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嚟个 channel 阿 Ken 啊，咁啊，今日咧同大家睇呢个咧系超级嘅一位我未睇过嘅歌手，其实算唔算歌手咧？我其实都唔知，但系我就系知道佢系作Master Class 同埋作呢、这个镜中镜，咁啊呢首歌咧系。呢段片是觀眾留言話希望我做 reaction 咁啊，今日就嚟睇一睇呢位作曲家唱歌唱成點啦。咁啊，呢首歌叫做《勁浪漫超溫馨》，咁亦都係Gareth.T 希望冇讀錯係咪啊？佢作嘅歌嚟嘅，咁我哋一齊嚟聽一下啦。冇開始前撳個 like 表啦 ，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睇啦。人人话我笨，作歌点发达？就算搵够买盒饭，唔放多。而浪漫个名几咁劲，累我拖你入局，两分去挨穷。你知今年圣诞冇大餐，就话空气当礼物冇问题。如果灯饰锁门又冇走。就买两粒烧卖当火鸡，银行存款等于零，穷鬼点谈情？寒酸炒冷饭，我会俾三粒星。傻佬点应承？傻婆点应承？提示加两分面，穷蛋超温馨，人不错。停一停啊，唔好意思啊。唱歌就，佢唱歌唱功 OK 喎、啊。但把声唔系几啱我杯茶啦吓、我觉得有少少鸡仔声啦。咁啊，至于佢个样，我觉得系有少少串串地嘅，好老实讲。咁可能有才华嘅人都系咁噶啦，系嘛？即系可能都会。有過分自信啦，嚇，同埋自我中心少少啦，咁啊，不過聽埋落去先。If that's all we have, na na na, 壞對象拍拖先會悶，勁好彩今次係遇上真正高手。上個月唔使點上網。无聊一个互望，原来好睇过 YouTube。你使乜心急带我去日本？铜锣湾够有五十只绿茶，唔担心要睇餸先食饭。系你教识开心咁简单。银行存款等于零，穷鬼点谈情？寒酸炒冷饭，我会俾三粒星。傻佬。应承，傻婆点应承？提子哥两分面，共单车温馨。If that's all we have, we have 五号蛋糕沙。If that's all we have， 唔使兼搭车，唔使出街食，唔使点着衫。净系抱得好紧，唔使冷高级，唔使呼吸机，床铺碌一日，同样觉得佳。If that's all we have, if that's all we have, na na na, if that's all we have, if that's all we have.听完啦，咁啊，其实我中段嘅时候咧，已经唔想听落去啦。好老实讲，因为我觉得首歌咧，老实讲系算都 OK 啦，吓几好听啦。但系作词真系嘥咗首歌，
我睇下睇一睇佢作咩词。嗱，作词系黄伟文，咁应该唔差啦。但系点解呢首歌好似要弃作咁样咧？真系睇，即系睇完人人话我扮作歌点发达，就算揾嚿买盒饭方多。而浪漫个咩有几咁累你，累我拖入你局，两份去挨穷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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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银款呢个副歌嗰度就银款，全款等于零，穷鬼点谈情？啊！佢系作到好生活化嘅，但系佢嘅旋律澎湃嘅位置，啲词唔够力去托起首歌。好老实讲，我对呢首歌系失望啊！第一次听佢唱歌，即系呢位作曲家。都是那句啦，唱功其實是沒什麼的，挺 OK 的，把聲我就不是太喜歡的、有些雞仔聲，其實所以我覺得他都是繼續做回作曲家，會即是幕後會好一點、這個就是第一個感覺啦。 OK， 那、不知道你對於、湯令生有什麼看法，歡迎下面留言告訴我聽，那我呢就會逐個看的。 OK，好啦，咁今日去到呢度啦，呢首勁浪漫超溫馨，老實講麻麻地嚇，咁啊，第一個感覺就係咁，唔知你又點睇咧？咁啊，今日去到呢度，我阿 King， 就千祈記得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啦，撳個 like 俾我啦，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睇，祝你哋有個愉快嘅一日，我哋下段片見，拜拜。